Hello， 大家好，我是翁来。那这边呢、哦，听说这个礼拜的这个红丝绒蛋糕龙比较强一点点。那我有稍微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这个三星挑战目标，是受到濒死伤害的时候呢，会发动一回合的对峙效果，以及每次攻击敌人的时候会恢复，每次被攻击的时候会恢复 5% 的一个体力哦。那超过的话会恢复成这个三回合的一个护盾效果。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先说暗犬神这个位置的话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任意的替换哦。其实也可以选择带上什么进补的其他的一个进补角色都可以。那所以这个位置的话，我们来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一个选择哦。然后这里带上这个火犬神来抓围剿好了。那这边我这个礼拜带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火浓缩咖啡饼干。那为什么会带它呢？主要是因为它的一技能有一个罕见比较少人拥有的一个禁止强化效果，而且它是一个算是平民的原始角色就可以有这个两回合的禁止强化效果。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针对我们的这个濒死的这个状态呢，就可以直接做到击杀。这边我刚才已经打过了，我们再打一次，就可以直接做到击杀。不用担心他会上到护盾或上到对峙，可以直接打掉他的一条命哦、喔。来，这边我们就直接打给各位看哦、喔。其实应该自动也没什么问题啊，看一下吧。好吧，我们这边直接自动，好吧，我们这边直接自动。来 ，Go Go。好，这边来，很快的，我们就先上了一个这个，我们就先上了一个这个进状态。那可以看到这边打起来速度非常非常快，有没有？这里就完，只要有这个禁止强化效果，就可以完全不用管这个对峙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考虑。哎呦呦呦呦呦，有点痛啊，有点痛啊！来这边补起来，这边补起来。哇，那个对，因为刚才没有降攻，刚才没有降攻。那进补状态的话呢，其实可以留给我们的这个我觉得手动好，我觉得手动好安全一点点。进补状态可以留给我们的一个这个水旋刀来去做使用哦。这边好，那这里的话，因为有禁止强化效果，所以我就直接做输出了。这边要再一个三技，来这边再一个三技好了，缓速，然后用力，嘣！哎，不对，这里我应该要有点不太好，这里我应该要去做一个这个，应该要去做一个这个解状态的，不然这边会有一点点的痛哦。但是没关系，这里补起来。好啦，那这里应该不会痛，不会过痛才对。好，再来上一个禁止，没上到，没关系。那先上破防，先上进补，没进到。那这边普攻就好，这边哇，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就一直，这边我们先上个降攻，哇，这里它就一直去做到一个护盾，所以其实这蛮烦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的这个火咖啡上到禁止强化效果之后就不一样了，就是两个故事了。好，结束了，各位，结束了。嘣，有没有？这里打起来快很多了，可这边还没有进步。好，再做一个加工，然后等一下这边直接，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做击杀了。这边等一下直接做击杀了。这里我们先上一个这个三技，有没有？这个状态给的是很足哦。这个我们的这个火咖啡状态是给的非常非常足，有没有？瞬间秒杀，轻轻松松，大概这部影片应该不会有五分钟吧。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红丝绒蛋糕龙，一个非常好用，这个礼拜非常好用的一个火咖啡这个角色。那这边我刚才已经打过了啦，那这边我们就来看最后好不好？我刚才拿到的那颗符文还算不错，我们看看金链好会长什么样子好不好？来，各位成功的案例，抱歉，不是这颗，是这颗。那我们今天也没有带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大家拜拜。